也有让你心疼。你这个毛巾怎么会烫的？你要不吃，拿过来尝尝就晓得哪个好吃了。刚才不是我的麻酱好吃的，我肯定觉得我辣椒有点好吃。我还是觉得人没有辣椒有点好吃。我就晓得我会当了包间，从泰国人了，你手机该换新的了。队伍上都是乖乖手机，现在华为、苹果都有活动呢。你还是回来吃饭，要是你再觉得好吃。我叫你们吃了都甜，可以嘛？这人嘛就是我的了。不行不行，我那边吃好，行吗？还来吃？我听我。现在泰国多了。你给你做狗肉，我还带过来吃海吧。在工人就没得用。开始。哇！哦，哥就不开心了。哇！嗯。真香啊！没得事。我听孩子们说，德国上有很多年轻人喜欢的衣服，款式都还保证，你肯定喜欢。工人们跟我一样。吃饭喽。还能是我来你白瞎抢？哎呀，给我拿点狐狸枪嘛！不是尊严没进，我就把尊严踢了嘛！叮叮叮叮叮！哇！下不来了吧？哇，这个羊腿好香哦！啊！啊，真香！一个人香。哎，我也真的是急了！哎呀，我上这个羊腿去包一次，我到北部给你买个新鲜，帮你惊喜，筷子都还包蒸了。把你薯条给我啊，听我讲住啊。真香，真香，真香。我太难了。不错不错，味道好极了。爆头，加点料啊。看看有没有摸，有摸给刘姐来个双击啊。双击。朝行夜坠落，两岸灯火明，醉微醺，清风吹醒，桥上的人想看成风景，昔人倩影。
王太刺激了。那些吃十倍辣火鸡面的算什么？今天我就挑战50倍辣火鸡面。你以为这样就够了吗？男人不能说不行。最后一口了，感谢袁隆平爷爷。还想让我挑战什么？评论里告诉我。老铁，对着屏幕戳两下，给个关注啊，谢谢啊。香不香，大姐？太香。